좀. 前方高铁，马上六一了，带我的小宝贝们，你们，我们来搞一波甜品局。我要一个那个草莓牛奶滑不筒，你要买扫码点单？啊，扫码是吧？现在有这个第二份半价吗？有，你们这个是只有甜品站有，还是正店也有？正店有，只有甜品站。来对了，这个看着好亲子哦，一个大的套一个小的，来一个，这个要，心动鸟，这个像牛角包一样，来一个，草莓牛奶麦旋风，要来一个 ，OK， 选好了，去支付。好。 你知道我在密码了吗？好了，在这取是吧？对。OK，这个好可爱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就是要手捧着是吧？都得捧着，那我是不是点多了？赶紧趁那个冰淇淋还没有化，我还另外要了一个麦脆汁鸡，还有一个麦辣鸡腿堡套餐。尝一下他们家的，信口味，就像不像一个大人在带着一个小朋友，这还有一个小饼干，先把小饼干咬了，小朋友瑟瑟发抖。 三三甜甜猪肚，怎么味道很浓郁？哦，这个也太解暑了。草莓牛奶口味永远的神，你们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？嗯，真的吗？脆脆的，有人爱吃冰淇淋，有人爱吃这个脆皮，你们爱吃哪个？它的夹子好脆啊，现在好多带那种韧劲了，就是纯粹。 还有一个草莓牛奶心动角，像牛角包一样，然后中间夹的也是冰淇淋，还有巧克力酱，这吃早餐是不是很诱人？嗯，牛角包好香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酸甜的冰淇淋，感觉草莓味更突出了。哎，这个组合你吃过吗？我没吃过，第一次。再慢点吃，冰牙。 嗯，这粉粉嫩嫩的，然后有少女心，是不是？草莓牛奶麦旋风，有多少人喜欢吃麦旋风？明天加了奥利奥，哦，问你吹一口。饼干那种口感在里面，层次会比较复杂。嗯，还有草莓果酱呢。嗯，我是小时候有麦当劳就好了。小时候我妈穿着钱，只能给我买那个什么老冰棍儿。吃一顿超爱的麦脆曲奇。 我上次底下有人给我留言，青蛙就要当麦脆汁鸡，永远的是，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。好吃，不齁，酸酸甜甜的，还加了奥利奥碎。嗯。嗯。 麦辣鸡腿堡，你们爱吃什么汉堡？嗯，有没有发现他们家新品全都是草莓牛奶口味的？草莓控的小伙伴可以来试试，买两个不同的这种甜品，还可以再送你一包那个脆脆鲨的小饼干。大家要是想试试的话，可以去试试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话就要给我点点赞哦，嘿嘿，送大家一个小气球，祝你们六一快乐！